假如你在游戏中的迷你币是零个，你该怎么办啊，伙伴们？我来教给你。零个迷你币在游戏中应该怎么办？注意了，注意了，伙伴们，重点来了，兄弟们，零个迷你币应该怎么办？我来教给大家。哈哈，小伙伴们，众所周知，迷你币是买皮肤的呀。 Yes， 最新的没加要328个迷你币。零的迷你币应该怎么办呀？零的迷你币应该这么办，第一个在迷你币的旁边有一个加号呀。 我们点一下加号，嘿嘿，其实呀，有一个隐藏功能，在右上角有一个小小的索要功能，我们点一下，嘿嘿，伙伴们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寻找好朋友的帮助呀。第二个，零的迷你币应该怎么办呀？嘿嘿，找到皮肤，每个皮肤都有两个大字，索要呀，嘿嘿，找到好朋友，好朋友你好呀，能不能帮助我呀？这样零个迷你币也可以让你拥有皮肤，但是我们必须要有好朋友呀，嘿嘿。 这就是零个迷你币应该这么办呀。